个摩托车这样子对吗？这样子走，这样子骑。如果我今天为了要看红绿灯，我要过马路，我一定是看标志嘛。我们想说，我们不太会去注意脚下啊。这种功法，这种做法，这样对吗？多伦村龙部落发展协会理事长针对进出部落入口处的水沟盖提出安全上的质疑。日前有游客因水沟盖缝隙太大，不慎踩空，单脚陷入水沟，导致擦伤的意外事件。所幸伤势不重，而在地主人表示，反而较担心居民时常进出的安全疑虑。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哪一天出了事情，这个水沟盖才会被正视？真的也很抱歉，那个游客刚好发生这个事情，希望借由这个游客这个不愉快的经验，能够让相关单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水沟盖哦，日积月累，哦多多少少，而且看我们这里比较靠近海边哦，有些会锈蚀的，能够提早发现，尽量的最快的速度把它修复好。公路总局三公处大武公路段表示，水沟盖设计没问题，研判是台风接连来袭，损机扑面造成，已派人前往现场焊接稳固及调整间隙。间隙比较大的部分有先去做一个焊接啦，如果有些比较损坏，看起来也比较严重，我们先把那些盖板先把它抽换掉，抽换新的去把它再重新换制啦。大武公段也提到，有些水沟盖因车辆时常进出有变形的状况，会尽快更换完整的盖板，也提醒民众尽量不要走在水沟盖面上，避免滑倒或是发生其他意外。未来改善方法需进一步研议。原视新闻吴菊台东太麻里采访报道。